皇上更衣。宝衣，赶快穿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能不穿！我不穿，又是黄色，为什么不做绿色的给我穿呢？皇上，皇者皇也，以王道治天下，一定要穿。上官。这顶帽子那么重，可不可以换顶轻点？皇上，皇冠越重，正足以是大清帝国国基稳定。百家啊，又要上朝，我不上。皇上，朝不能不上。每天对着那几个老家伙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，朝我不上，饭我就要吃。啊，扎。放了人，皇上，请用膳。第一道菜，虾子鱼翅。第二道菜，带子鲍鱼。第三道菜，酥肉鸡。第四道，好了，不用念了。第四道菜是红烧海参。每天都是吃这种菜，鲍啊、参呢、翅啊、肚啊，讨厌。皇上，这是先皇礼制，皇上御厨，每天要猪肉15斤。羊肉12斤，鸡7只，鸭6对，面粉12斤，还有……好了，不要再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好热，给我脱了一件衣服。扎。皇上，您受凉了，替皇上加衣。你真的要跟着我啊？皇上，这是奴才的职责。好。来，过来呀、快点过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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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上来了，快！好香啊！我要在这儿吃饭。皇上，您不能在这儿吃啊！为什么？他们能吃，难道我就不能吃吗？皇上总归是皇上，奴才到底是奴才。哦，他们是人，我就不是人呐！奴才该死，皇上是天子。废话。这叫什么菜啊？这些是从各宫里吃剩的，拿来这儿的菜叫做乞丐包。乞丐包。这名字很好听嘛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大家一块吃。大清律令，天子不能与民共食，来人呐，扔了他！做皇帝真没意思，扔了他！
二贵人宠幸。扎。皇上更衣。扎。掌灯。扎。加檀香。扎。放在这儿。这边。小心点啊。怎么搞的呀？这样配好呢，还是应该这么配呢？哎，这样好。皇上洪福齐天呢。啊，我配好了。晋王爷，你怎么样？我输定了。皇上三星共照，四喜临门。姜王爷二三，金王爷二三，张王爷又是二三。我输了。为什么跟你们玩牌老是我赢呢？真没劲儿。哎，皇上，这是皇上威震四方，战无不胜啊。啊，混账。哎，你们全都是混账啊。账啊，原来你们都是欺骗我的啊。欺君罪，臣不敢。皇上，这是太后授意的。这么说你们个个都很忠心了。既然那么忠心，我应该赏点钱给你们。嗯，谢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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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把这些银票给我吃掉它。扎。这张明皇幸蜀图是唐朝人所画的，唐明皇听说西蜀栈道盘行，行旅杂沓，所以微服出京，畅游西蜀。微服出京，哼！唐明皇可以微服出京，我乾隆皇怎么不行呢？皇上，皇上心目中想什么，微臣已猜到多少。你猜到了。嗯，想微服出京，可惜大清祖训难违。朕为什么不能学唐明皇呢？他是什么人啊？万岁，万岁。他是皇太后招来的裁缝。裁缝。万万岁。叫他走。走走走，快走。裁缝啊。刘老师，你应该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嗨嗨，老臣告退。静安，这叫刚才那个裁缝回来，我要做几件衣服。啊，扎，来，跪下，启奏皇上，裁缝已经来了。嗯，静安，你先退出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扎。脱了这件衣服啊。皇上，你叫我脱衣服啊？脱啊。
啊，是是。把裤子也脱了。啊，什么？你这把裤子也脱了？这快点脱。啊。哎，金公公，哎，皇上可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啊！哎，是啊，这裁缝交了后运了。别乱讲，怎么，你也想享后福吗？哎，不，静安，站，给我打赏50两，给那个裁缝，站。哎。这是皇上打赏给你的。皇上只穿了五行宝衣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真……刘兄，立刻通知两广总督暗中报货。这快去。相公，你。